台大一扮丝袜女，女厕偷拍。35岁台大急诊室医师蔡宗翰竟着女装潜入国泰医院偷拍女子如厕。昨天下午，变态医师穿裙装和丝袜去国泰医院，被害女子正要如厕，发现隔板下方出现钢笔，直觉被偷拍。先生，嗯。变态一的低沉男生露出马脚，被害人立即报警。警方到场逮捕还身穿女装的蔡宗翰，依妨害秘密罪嫌将他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蔡宗翰承认犯行，被检方讯后撤回。台大表示尊重司法调查，并视调查进度决定是否停止他的职务。精神科医师研判蔡宗翰可能有偷窥癖，属于低危险高再犯的族群，需接受矫治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